纯纯泪目的。哎，怎么有人就拿医学了？我怎么觉得我好像死了？应该有边条闪现了，果然。你不交闪吗？交闪感觉还能活吧？我交闪活在没意义啊！我这波出来的话，他交闪，我去找他。能活的。带一下，哇，这寒冰伤也太高了，我的天！是死我一个，而且泪目了，佳莹，谢谢水墨芳华的人气票和心愿盲盒。这波挺赚的，不知道哎，你们送的那些礼物它不显示的。谢谢城外孤标的为你打扣，谢谢佳莹，谢谢佳莹的打扣，无所谓，谢谢佳莹的打扣。四个难道不划算？谢谢佳莹，秩序因我而存在，感谢佳莹，谢谢笑天的 BW 门票，谢谢佳莹。卡迷了，谢蔷薇姐的人气票，谢谢佳莹，谢谢佳莹，感谢佳莹，非常感谢佳莹。蔷薇姐今天盲盒开了吗？啊，不对，你是不是过十二点开了？开了个星月盲盒啊！每天必赚盲盒，你就开这啊？哎呦，这被拉到了！铁子前期还是猛的。但我感觉他要死了，补他一个 Q。哎，死了吗？感谢朽赠送的一个太酷辣，谢蔷薇姐的一个太酷辣，谢谢。主播，我想点一个剑姬，你教教小兔子玩剑姬什么、啊？他在说些什么啊？这弹幕听不太懂哎。他们现在讲我，我直播间灯牌叫兔子，他们叫我小兔子。好好好好好。所以你应该知道我直播间群有什么成分了吧？挺变态的小黑子。哎呀！走，没闪的他，没闪的他。没事，问题不大。刚忙着跟你聊天，嘴要没讲。你要点，你不得舰长点英雄？你在他那边点了，在我这边也怎么点？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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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好，主打一个就是互不干扰。大家都没有 Q 中，控制地下。是的，45入就没有人空 Q。我好想踢过去啊！他好变态啊！他有被动，我不敢去。想到了就去做，踢就完了。我踢过去包死的，他一个平 A 给我钉在塔下死透了。死了。怎么叫我下饭 ？OK。我的伤害计算应该是没有问题的。哦，好，你上去 A 两下一个 W，A 两下一个二等 Q， 接一个点火，刚好烫死。权贵阶层以流血杀人，总是形影不离。UZI 是唯一重要的标准。UZI 就，不是那个冒牌 UZI 就这。严谨啊，严谨，祸从口出啊，佳莹，祸从口出，我们要严谨啊。冒牌乌兹就这，好像从开了这个免费改名到现在有40000多个乌兹，那有多少克准下来？疑问。Z
子帅，泽帅排第二，乌兹是最多的，有40000多个。我前天晚上看他们直播，有一个有一把游戏，连他自己都是乌兹，5个位置5个乌兹。太幽默了！感谢一山雪的心动发射，这什么礼物啊？我咋没见过？感谢佳莹，不是说舰长点英雄吗？你咋送这个？这不会是从你直播间过来的吧？感谢一赠送的一个，我还真的不知道他们在小破站是叫什么，我真不知道。还真是。除非他们要狼人自爆，不然我是真不知道，估计是有可能。不同的平台，不同的 ID。应该是。马上要去你直播间自爆了。应该是我直播间的，对，已经自爆了，所以已经给我点上了钻石，叫我好好看，好好学。可我刚刚说的是剑狼点啊。没说让你送这个点、啊、擅作主张是吧？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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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先拉他一下。算了，杀不掉，没躲着他的。我蛮凶，我上 OS 啊，他上不挺好的吗？这样就是那个大航海，那里有个大航海。大航海那里有一个就是舰长，咱们最近在冲那个舰队，在冲150舰队。耐心不是一种品德，而是唯一的。友善是如此乏味。铁人出漏了，游一波。他们中弹有闪吗？不知道他们中弹也没闪。来来来，我的究极反蹲。好踢。OK， 我真的觉得这个骂架可能做梦都没想到。做梦都没想到吧？连他连他。积分40秒，4个人。4人包夹，就差寒冰一个大刀了。主包送了也没用，主播不会剑姬。你，我可以会，好吧？如果为了舰长的话，我可以会，我可以是一个剑姬绝活。我上哪里去啊？我包不可能进塔杀他的，我吃个龙不香吗？你不要一天就教我卖户口册。哦哦，这这帮人真离谱，他们叫我踢进塔去。哎，踢那个啥？哎，没事，问题不大。这不必须得框铁男，框爆你的话，他直接变身 EQ 就把我咬死了。这我在牛白直播间学到的。框铁男的话，铁男只能 A 我们的。这别的不说哈，这个逃生是我在这个直播间学到最多的东西。这个寒冰有点抽象呢。不过问题不大。我怎么总感觉我 W 再不好，他要被这泰坦 A 死了。会的。逃生大王。善与恶就行走于我们之中。可乐，可乐不行。那啥谁开一杯？有人叫中国耐心。待会搞个神鞋行吗？才是最难的，等待会
牛烫。牛唱碎片整理已完成。好运总会眷顾富人。我靠，有点子变态呀、啊、哎呀，都怪你。嗯，就一直在那叫我，不是你，不是你，我直播间他一直叫我，他就 Q 到了，为什么二钻不 Q 上去，这样带个闪现不按了干嘛，一直在狗叫。我懂了，他启动了遥控 APP。 我买水被他吸在塔下，被塔打死了，都怪你。你的弹幕启动了遥控 APP， 这就属于纯粹是被遥控了。哎哎哎哎，我他移速怎么比我高，我追不上他，我的天，这卡米尔 Q 怎么才加 50% 移速啊，能不能加 100% 啊，这移速这么低怎么能追得上啊， A 都 A 不到，追不上，能不能加 100% 移速啊。我正来把他做掉。我知道没大，我骗子了。啊，怎么直接 A 死了，他不是那么厚的盾吗？我有没有一种可能，我你开了开一脚，我啊了，不是你啊了，然后你最后一下平 A 他怎么死的？你看他最后他开了 W 对不对？他 W 还有300-400的盾，反正他就这么死了啊，没关系，反正就是开了。这怎么能是开了？我好歹一个幽梦家巨石短臂，你能不能不要那么看不起我伤害啊？那你也不可能一拳打他500零血，你总不能告诉我铁男他把他的 W 的盾转化为生命值了吧，回血了。哎呀，等会看一下回放就知道了，我是 R 加平 A 的。不看回放。我靠，你这个人有问题。不看回放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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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好漏啊，他这个不加血加消防员。他怎么能这么漏呢？算了，直接把他塔开了吧，不管了。你这话讲的，什么叫闪现留着过年？我教他干嘛？少用少 CD 呀、啊，弹幕就不懂。不懂又要指指点点，我们弹幕是这样子的呢。坏了，这样好像一点挑战性都没有啊，太轻松了，太 easy 了。怪不得你说感觉什么段位都没什么差的，这确实没差呀，玩打野就舒服。主要是队友玩的好像都差不多，我玩青铜的，玩白金的，翡翠的，他们都是一样的，该送就送，
也不开心哈、哦，该干嘛干嘛，又不理我的。该送就送，该白给就白给，对吧？都是一样的。假扮无辜，真是浪费时间。符文在这边啊，不要等符文，没啥特别的。你怎么还有龙虾呀？传承是吧？七的意志，我看到了，我没法装作不看到，没看到。好像被我硬控了。大兔老师硬控了大概五秒，大不知道该如何回答。大兔老师好像被我硬控住了，直接海克斯最后通牒。我下次是有这么一点抽象的，因为我不会技能施法。逍遥见谅一下啊！凡人的洞察将会背叛。无可约束的毁灭，我怎么有点怕的、啊？哎哎，这人好像还是有大的。哎，那算了，我不去搞他。他怎么移速这么高啊？铁男，太离谱了吧！铁男的移速，是陪玩妹妹呢，在和陪玩妹妹玩。陪玩店缴不缴税不知道哎，我又没开过。那总不能你们找我包天，这他妈也要缴税吧？哎，不对呀，缴了呀，个人所得税不是税啊。哦、但那个好像是直播的收入，但个人所得税钱不少。哎，他那个不能，哦，不知道。妹妹陪玩多少钱一个小时啊？有很多样的吧，有高有低的。CCP 崩一拳，CCP 一拳直接把他崩死了。